今天给正在减脂的姐妹们分享这款能量饱腹棒，超简单，无油无糖，基本吃两片就感觉饱了。用料也是非常的简单并且健康，就香蕉、鸡蛋，然后麦片、坚果之类的，将屏幕上的所有材料混匀然后烤熟就可以了。像平常我们早餐的话，就一杯牛奶，然后两片能量棒，基本营养都有了。重要的是特别的饱腹，你吃完之后一个上午都不会饿，也不会想吃零食。像平常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，就可以直接啃两片，然后到下午想吃零食的时候，嘴馋的时候也可以啃两片，就它可以是主食也可以是零食。拌匀之后直接倒入烤盘，然后铺平，上面撒一层熟的白芝麻可以更香一点。最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烤35分钟左右。如果想要口感酥一点的话，可以铺的尽量薄一点，然后放凉之后切成小块再密封保存。喜欢口感甜一点的话，可以用蜂蜜代替清水。这款饱腹能量棒它是要细嚼慢咽，然后越嚼越香的那种，不是特别的酥脆，因为它不含油。